小柏林，小柏林，你别吃糖，我问你，我刚刚买了一大盒的果丝鱼，你看一个也没有了，是不是你偷吃了？那我吃的，我没撒谎。不是你吃的，那谁偷吃的？一个也没有了。我也不知道。那我看见这个大嘴花偷吃了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塞！哎呦，你看这牙齿，哎哎呦我的天哪，被大嘴花给偷吃了。你听，还想咬我呢，打死你想咬我。哎，那也不对啊，小柏林。我两种颜色，还有个绿色的，有一大盒的呢。你看，就找到这一个，还有绿色的。我找找哆啦 A 梦这里面有没有？我打开它的盖子，哎呦，这里面你看，哎哎，出来，还不出来呢？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找到一个绿色的了。你看，绿色、红色，满满一大盒的，就剩这两个了。哎，这还有个骷髅怪，是不是被他给偷吃了呀？那我打开他的脑袋看一看，哎，哎，哎。哎呀，怎么打不开呀？手机前的小朋友给我帮忙好不好？他眼睛这上面啊有个小红心，你们把小红心点亮，哎，一点亮它就变成红色了。再把小加号点上10，这上面还有个小加号，只要小朋友把小红心点亮，把小加号点上10的话，我就能打开盖子，然后我们分给小朋友吃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来，把这里的小红心给我点亮，小加号给我点上10哈，谁点我打开我就送给谁吃。哎，哎，哎。我的天哪，小柏林快看，真的在他脑袋里哦！我的天哪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满满的这一大盒果丝卷，你看都被他给偷吃了。刚刚哪个小朋友给我点小红心、小加号的，我就送给他了，好不好？